要不要来一个？很漂亮的，你喜欢什么颜色？多少钱？5文钱一个。哦，谢谢啊。找您钱。给我这个看看，来，给我这个看看，来，2200。这画的还是便宜点吧？好嘞，我也当个。多水平啊！这个。大人请看，大人可曾看出？这2枚制钱有何不同之处？这2枚制钱除了一新一旧之外，并无不同啊。公孙先生，你拿着试试。这2枚制钱的重量的确不同，旧钱使用日久，或是沾上污渍，或是铜钱生锈，因而变得较重，也不无可能啊。可是让属下觉得奇怪的是，新钱反而比旧钱重。朝廷所发的制钱，虽由专司专责的钱监负责惩治，但每一枚铜钱，轻重分量。难免会有不同，这也不足为怪呀。可几乎每一枚新钱都比旧钱重，而且版面花纹也略有不同。属下认为，这就是不寻常之处。这些制钱，都是属下从市集换回来的。哦，难道说，是伪造假钱？大人，昔日的确是有不孝商人私铸假钱图利。但是因为制钱的价值太低，若是不能大量流通，则获利有限，理当不会有人甘冒杀头之罪才是。可根据属下的观察和摊贩所言，使用这些新钱的都是营中的士兵，市集就在军营的附近，每个摊位都收了不少。大人，难道这假钱的来源竟在登州禁军之中？倘若真是借军营之便大量流通假币，则此事非同小可，非但影响朝廷财政，甚至动摇国本，远比登州通判是否真是病故身亡更要严重许多。此事当然非查不可。启禀包大人，他们就是营中军需。参见包大人。嗯，请问军饷是哪位负责发放的？啊，是属下负责发放。官兵军饷有整有零，那制钱是由何处兑换来的呢？制钱是由朝廷发放的，已经储备零钱，不需另行兑换。哦，那你手边还有没有未发出去的制钱？这些都是尚未开封的，可否打开让我看看？当然可以。这些之前可是由京城直接运送来的。启禀包大人，登州地处沿海，禁军中除了有步军、马军，还有部分善于求水的虎翼军驻守沿岸海防，而且驻地分散，路途遥远，运补不易。依惯例，均是由登州湘军代转发放。湘军的指挥，历由地方知州兼代，登州可也是如此。回报大人，
登州湘军正是由知州程元兼任指挥。班夫明白了。公孙先生可还有疑问？是。这批新制钱，你们可曾发现有何不同之处？回公孙先生的话，这些都是本月刚到的，我们也觉得重量似乎重了一些，而且花纹图案也有些不同。但是登州湘军说这些都是新版新铸，原来就是如此。麻烦你们了，大人。学生已经问完毕了。既然如此，随本府回帐。包大人，朝廷铸造官钱有一定的规范，官钱改版是何等重大之事，若非必要，又怎会轻易改变呢？包大人是说，那些制钱都是伪币啊！此事不宜声张，末将绝不敢透露半句。那就好，大人要追查此案，可有末将效命之处？眼前没有，若有需要军队支援，本府自会随时通知。末将随时待命。我给他期限可没剩下几天了，能如期交货吗？刁掌柜放心，现在已经完成了八九成了，最多再有三五天就可以交货了。嗯，好，这批货完成之后少不了你的好处。多谢刁掌柜。不过我话可说清楚，这是你和我之间的合作，和成员没有关系，否则他就得分你的那一份了。是，我明白了。好，我走了，你盯他们干活吧。是。刁掌柜，走好，告辞。副指挥，铜不够了。铜不够了，那去库房提就是了，这点事也来找我。不是说用上一批淘汰的熔掉再用吗？谁说的？啊，放着现成的铜钱不用，熔掉多浪费啊！切！哎，叫你去库房里拿，哪来那么多废话？是。到手的好处，不要白不要。你在登州的财政赋税账册上面都没有看出问题？没有，无论征收、上缴、留用，都是依照朝廷的规制办理的，既没有异征，也没有漏缴漏报。那么粮食呢？粮食征收也都合乎规范，账目清楚，库存相符，而且三年来都没有增收多派的情况，甚至可以说是巨细靡遗，分毫不差，恐怕全国境内的地方官府没有一处比得上。那州衙里的大小官员又是怎么说的呢？在他们口中的登州简直就是我大宋朝廷一十五路五百二十八处的府州军县之中的典范楷模，几乎是毫无瑕疵。依我看，从那些退休官员的口中应该可以听出真话，挖出实情。哎，那个成员一定是早有防备，他似乎有意不让我去见他们。他不让你见，难道你就不去见？我只是不知该上何处去找啊。少爷，有个叫徐谦的老头求见。什么？徐谦跑到唐真那儿去了？是的，刚才在通判府的衙役来报，不会错的。哼，这老家伙到处给我惹麻烦，
跑到唐真那儿又不知会胡说些什么。主公，大人，从现在开始给我盯住了他，只要他离开通判府有任何举动立刻向我汇报。是。啊，那成员身为登州知州竟然明目张胆的贪赃枉法。他与李坤之间的官商勾结在登州境内人尽皆知啊。竟有这等事啊。他们上下其手，根本查不出来任何证据。难道前任通判也都和他们同流合污？前任通判陆新也可称得上是位清官，于是便透过老朽等人帮他搜集证据，打算修书上告皇上。哎，可惜奏折还未送上就已染病身亡。哎，坊间却盛传他是中毒而死啊。啊，登州境内奈何不了他，难道就不能请朝中大臣代为上告吗？哎，也行不通啊，连老朽也请托过朝中旧使，却总是石沉大海不了了之。想必有朝中大臣参与勾结，或者为他撑腰，否则那个成员不会如此胆大妄为的。哎，你也必须格外谨慎啊，稍不留意治他不成，反而招来杀身之祸。老伯请放心，我会偷偷地收集他们的犯罪证据，在此之前我不会打草惊蛇。属下可以保证50万枚铜钱可以如期交货。好极了。